把我的女朋友给扔给我。磊哥，我也在寻找我心中的爱人，别担心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请注意，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旅客朋友们到32号柜台办理手续。特大好消息，本大师为各种情侣恋人分手分居离婚以及分家，哪位分手欢迎光顾，哪位分手，哪位分手，哥们儿分手吗？起开，胖子。哥们儿分手吗？你说呢？滚！哎，我让你滚啊！是，我是滚，滚呢！你看，我先着陆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不就是滚吗？我又不是没有滚过，我以为你让我走呢。你看我滚了，你看，你看我滚远了。你看我滚远了，我还能滚直线。你看我滚远了，滚远了，滚远了。你看我滚回来了，又滚回来了。三姑，是你们三姑。你好啊，人渣。真的是。你呢？我都好。看得出来你还是老样子。我要出国了，再见。三姑，一年多了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中国老话说的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有可能这辈子我帮别人分手的次数太多了，缺德缺大方。当我真正喜欢的女孩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只配被分手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